今年防晒圈又一黑马，自带液体散粉的高倍定妆防晒水 SPF 50 PA 三个加，补防晒的同时妆也顺便给咱定了。像我们平时用的防晒霜啊，只能妆前去用，如果妆后去补涂就很容易闷在脸上，又脱妆又搓泥。但这个只需要用之前把粉和液摇匀，无论妆前还是妆后随便喷，怎么喷一直喷，它喷出来的我都是跟烟一样，特别的细，并且成膜非常快，妆后喷也不会破坏我们好看的妆容。你看它喷完之后的妆容啊，是这种哑光的，非常的清爽，而且喷完之后的底妆更扒脸更瓷实了，就是大太阳追着你跑咱们都不怕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它是80毫升的，可以带上飞机也可以带上高铁，你不用怕过安检的时候防晒被扣下，并且它是耐汗防蹭的嘛，你就是出去旅游露营爬山也不用担心流了汗会淌白汤。这个瓶盖有一个小心机啊，它是会变色的，紫外线越强它的颜色就会变得越深，这就是提醒我们该补防晒了。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防晒喷雾的通病，喷的时候别脸是直接吸进去了，因为顺带肤感和方便了，关键现在有活动，两瓶的机制更划算。反正现在到了夏天，玩个水冲个浪游个泳防晒真的必不可少，而且两瓶一个夏天足够了。